福王修远盗取雾灵山灵气阴阳连生盘。原来是雾灵山来客，二位请随我来。世间扑朔迷离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渴了吧，喝点茶水。二位要不坐下来喝盏茶？不了。夫人，扶摇一族生性残忍，族群众多，擅长群战，但几百年前出过一位另类的大妖，以一人之力单挑人族三大高手，并全身而退。不过后来听说爱上了一位人类的女子，从此受五戒，隐居于世，世人称之修月居士。我还有客人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好吗？这便是龟派丢失的灵气阴阳连生盘。既然已隐居，为何盗取宝物，徒生是非？少废话，凭本事自取。老夫为了夫人吃斋念佛一人一生，今日也不得不重开杀戒。得罪了。七寸。